流，你即马改做五百公顷，啊，即马接受在咱农村区啊，个个面前，不等个大家啊，别别别啊啊啊！关键有，今马个时代，今仔日，唔是啥物破庙发生这个问题，你来，叫，管住这个法规，大家拢是无好时机，下摆咱中华关就是要要彰化县鸡舍乡鸡舍镇。你这个法官一定要改，一定要先去官庙面前公道。先给算看卖，卖讲话久算一暗看卖，来几条五分，几条五分，几条五分大一暗就好。来看阮先给是安怎过日的，阮的生活环境是安怎，阮的空气是安怎，好拜托者，唔茫讲安尼啦。阮若一条法官庙红过，来，啊完成了，敢若阮南京庄的面积只有2.98公里，会当当主动支持超过30万只鸡，恁讲安怎讲道理？阮这正常的面积有1600万人的居民，竟然会当一届30万只鸡？要饲，你讲你，我你了解咱过日啦？你要管政府安尼敢有艰苦落去？我你了解咱过日啦？你讲我们不能从外界来勇敢，我是不得已的。咱自己团结加油！加油！咱自己团结加油！加油！我是善良的百姓，我不是农民的，我这个人好真理。我输了，跑到关头也无用，哪个中？你叫我聊安怎？我们如果说因为就顺利的修法通过，就限制500公尺啊，也不是说500公尺我们都一定会走，我们会重演的，会重演，因为环境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，因为基本上很简单，这个生活水平一直提高，这民众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一直提高，那所以彰化县到底能够这个已经养了1400万只蛋鸡，又还加上肉鸡就超过2000万，是不是适合生产更多的养殖场进来？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。所以我向大家报告，就是我已经一直要求我们的农业署在这方面要从严把关，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希望说有太多，甚至最好是不要有再有新设，但我们就是要从严把关。除非它的这个各项的设施真的是非常非常好，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在地方上的时候，当然帮忙明显，就是你们任何新设的这些这个养殖场，这个一定要跟地方展开说明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民众不同意，那基本上就不应该有，不应该再有新设的这个。鸡舍，远离住家及农舍。抗议！我们不要鸡舍。